阴历累扰嘅咧，夜晚打机啊，屋企人就拍低咗，话地人动啦，仲俄罗斯，俄罗斯基本上地人动系一定赢嘅。因為第一個售票廳在上面，那你美軍要上電梯才上到去上到售票廳那裡，加上有什麼再加上呢，因為那個旗兩邊的旗的位置不同，俄羅斯是近一點的，美國遠一點，即是說我們上到去電梯之前，他們已經過了在售票廳那裡唱一期了。一百零六秒了，仲記得嗰陣咧，夜晚咧去咗極上大喜嗰度食嘢，因為火柴咧，我間嘢都冇乜嘢食過嘅啫。對上一次嘅食已經係八月幾嘅事，一百零嗰陣就去咗邊度咧？元朗公園嗰影相。原本搭車冇乜問題嘅，但係當我搭完車過嗰度，即刻落大雨。你嗰陣捉棋啊，裝捉棋咁舊呢度啊，又裝埋開始裝修嘅，先將個廁所成個廁所啲嘢拆曬嘅啫，跟住楞住個廁所對面嗰間房嗰埲牆鑿開咗，因為你都講過啦，個浴缸其中一條水管就插咗嗰間房嘅地板嗰度。跟住嗰啲水滴住喺嗰個個間房嘅地板，跟住經過而最眼縮啊！呢個道理咧，就講呢度。一年冇嘢仲裁員嗎？嗰陣二年都冇嘢，係嗰陣都有呢個大出走征服，開頭玩冇乜問題，但係之後咧就覺得個模式好弱智。做一句啦，我嘅諗法都係玩慣即係88咧，我就唔會玩羅斯嘅。玩嘅二係咩咧？因為我要考慮到個地圖個 size 問題，因原因係我哋玩慣咗大型地圖啊，咁對於細地圖就冇興趣啦。
隻 game 一出嗰陣時，咪又係主打128嘅，跟住就冇呢個128突破，變咗得落四。跟住佢話想保留128精寶啊嘛，但係你又出64精寶，邊玩法咧？仲有你記得我唔係你記得上你記得十月幾咪仲彌補到128精寶都冇埋，連 portal 都唔可以開128，就咁開嘅話，因為你都我你啱啱你都有講過，你要因為所有地圖無論64又好128都好啦，佢都係大地圖嚟嘅。所以話你玩64咧，好鬼係唔知點算啊嘛，企喺邊個位置又唔知啊。我講緊演四，唉，又知第一話漫畫同啊，誒又有見到個 KUDU 啊 ，Code， 跟住唔識讀個名，又唔係應該係話我對佢都有多過兩次啊，之後到到最尾嗰下咧，唔係應該係第二次嗰陣時，佢喺 E 區個跳落嚟 C 區喎。佢拿住嗰把 PP29啊，射燒咗之後 TB 咯，頓頓遲咧，跟住我即刻儲底度咧揾佢，但係後屘咧佢去咗 E 佢去咗 C 區嗰時咧就俾人懟冧咗，唔係好搞笑啊！如果佢嘅手法咁叻嘅話，點解俾人懟冧咧？我想都又唔會俾人懟冧咗。可能第一次就見到佢匿喺 C 區上面嗰個位嗰度啊，但唔知佢打後屘唔知佢點死嘅。第二次咧就係啱啱講嗰次啦，然之後喺我殺死佢嗰陣時度，我就上咗去另一個高位嗰度啊，然之後佢即刻見佢即刻知道我喺嗰度，即刻知道我喺上面咯。誒，但我反而覺得佢應該係 cheater 嚟嘅，我冇俾人 spawn 啊，但佢知道我喺度咯。俾張租冇租啦，咁我跳咗落去市區度殺曬人啊，結果報咗仇咯。結果我係見住佢衝落嚟射我嗰刻，我即刻射翻轉頭，添唔似兵，因為仲有一個人未死嘅。喺話俾你聽，我覺得死咗之後啊，立住嗰把 AC9 個 SMG 呢把槍，話俾你聽，當我用呢把槍咧，我就可以彌補到我近戰嘅嗰啲叫咩咧？嗰啲叫玩法啦嚇。我最想講係咩咧？我一攞，即係佢攞 PP29，我攞 AC9，你冇可能會喺我攞到 AC9嗰度可以威一下嘅，係冇可能。我一攞 AC9，你又講話正面跟我煙近嘅話，你必時無疑啊！除非如果你話近距離打 PP29可以射死你嗰陣時有啲奇怪，除非爆頭啊！
第一呢個人我記得佢之前貼吧有個 post 係關於佢嗰把 HMC 同埋嗰把 SC13終於恐怖啊！然之後佢下面加插咗一句講咩咧？之前見到個威靈嗰間有 D 咯，誒全部誒佢我發現到佢冇玩拉姆啦，跟住見親佢都係匿喺上面嗰度單個流溜，然後就輪到俾我打咧，佢就話只是。送他咪很多温暖之後被他罵了。欸我記得三月，我記得三月唔知四月幾，三月廿幾號嘅好似。嗰陣咧就無論多鬼，無論我啲喺邊度，佢都係見到我嘅。跟住咪即係屌鳩佢，你後尾跟住話咩就係匿埋，哇！調翻轉你都係啊，係咪一嚟就見到我嗰種啊？你後尾都話唔係我係掛望不順咯。也有講法，千万别蹲起会死人的。一个人认咗，你估我真系唔识报仇咩？代表我一坐低闹你班 A C 狗，先怼冧你。喺你走嚟我面前 ，A C 狗冇情讲。话俾你听，只要我近佢闹住班 A C 狗，我即刻癫，我成个人都癫，话俾你听。如果你話近距離可以挑機嘅話 ，AC 九，除非佢自己都係 AC 九，或者佢攞散彈槍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你攞任何一把槍，你都唔夠我打。今天都見到個外關喺攞住把 AM40近距離，唔係遠距離爆頭，跟住俾我隊友咗啦。喺我殺嗰個人之前。呢個人都好耐冇玩，咁佢琴日多唔係上個星期多一次玩。望佢啲戰績都冇問，都冇乜嘢特冇乜特別啦。落手六萬幾，佢玩最多係正號咯，八百幾啦。我諗緊你呢個戰績唔玩突破，簡直係嘥兩機會。我補充翻先，之前咪喺貼吧度見佢掟呢個 post 出嚟咧，冇幾多我 search 翻見唔到咯。我諗緊點解個 post 會變咗，係咪燒書啊？不知 BB 有冇網站啦，我真係算鳩佢。千萬俾敦時會死咧，結界一句應驗咗啊！唔係你估你真係見到我，你會好輕鬆立住把 BB 而家懟入我？只要我燥底，我即刻立 AC 狗懟入你後邊咧。AC 狗打一打贏我先講啊！你雖然佢勁啊，我唔會話佢勁，佢係勁到炒瘋啊一個人。三彎復興兩彎租氣，係兩彎租氣兩彎同埋化同一彎輸完添。多舉下切塔，又切塔啦。聽人哋講話，好似話你舉部切塔會有回饋喎。但到底係 worth 定唔 worth 咧？如果你話有回饋嘅話，點解仲見到咁多切塔咧？佢話大部分嗰啲切塔都係嗰啲新手新敲嘅新手新嘅 account。但係唔係喎，因為我見到有幾個已經 S 一百幾啲啦，係咪又見到個6324嗰個撈傷嗰個？你話俾我聽，你 ban 得到切塔咩？我硬係唔信咯。